马博士这一身都是太太送的啊，真是，对对对，都是他、那个、这年头被老婆养起来的人不多呀，真是。他说你用送这个字听起来比较温暖哈、你说强迫我强迫我用的才对，可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的，我有时候觉得是阴谋哈、因为习惯的嘛哈，他送东西给你用给你穿什么哈，那你第一个失去了买自己东西的能力、对不对，你的对瘫痪了，你不懂得什么时候去买，只懂开口，哎，我没衬衫了、去买吧，你买给我吧等等，那你就没有处理事情的能力了，要依赖他。第二个呢，朋友别的朋友不能送东西给你了，因为从来你的东西不会自己买的，都是老婆买的、假如外面的比方说文道突然送个表送个领带给我，一定有问题，为什么人家会送给你、没错，一定是其他可能是女性送给你，你就绝对不能用那些东西、说出了所有他想干干不成的事、没有，下回要是女性送给你东西，你就跟你老婆说是我送的、对就行了，他太知道 我跟你老婆保证说得信我吧大嫂、他太了解你了他知道我从来不干这种事，从来不送东西给我我想他更了解的是你啊，这个佳慧博士这个整天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一副不知感恩的样子，实际上心里对太太我知道是非常好的、这个你知道吗，是女人可以没有男人、男人不能没有女人，这是我的健康学研究、获得了英国科学家小组的承认、他们的统计调查表明、离婚单身生活女的不大会死，男人死得多，短命，你知道吗，就女的过婚姻生活的和离了婚之后一直单身的寿命差不多，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反而是男的，男的呢没有变成官夫了，就是离了婚官夫啊，短命，然后呢有老婆的男的哎相对长命，这是真正科学的调查。对，所以说啊，我就说为了健康起见，我们也得有个老婆，当然多点更好，是吧？对，你多点不一定更健，更多健康。哎，可能是，可能是。这我现在要说什么事儿？女人们也很可怜啊。这最近今天这一集节目，咱们就讲这个健康啊。咱们可以看看这张照片，北京一个23岁的女孩，你看，哎呀，真是多漂亮一个孩子啊，她。竟然因为胃溃疡死了，12月16号因为急性胃溃疡导致失血性休克去世，年仅23岁。他生前啊那几天天天在发微博，12月14号他说胃疼还在上班，14号深夜11点多胃病发作，16号就急性胃溃疡去世。你看提前几天他都在微博上就说，哎呀我这个胃啊疼得受不了啊，或者什么呀、今天又是搞到吃晚饭，晚上11点多可能加班加到晚上11点多，哎又是这样吃晚饭，说他长期啊这么深夜吃晚饭，甚至我看到他呀有点学我呀，就是说为了减肥啊，他说他还说要保健康，这是我跟某些明星学的一招。所以明星你说他有什么好啊，明星你不知道他过的是难民的日子，他们要保持瘦，但是有一部分明星遗传是会胖的，他们就告诉我，我说不吃饭不行啊，他说啊早餐午餐可以吃，晚餐不用吃，就是说这是健康的，说你只吃早餐和午餐，然后一定要跑出来，跑甚至跑2个小时，把吃的这东西都跑出去，这样能够瘦，维持一个体型。这个姑娘也曾经在微博里说过，说为了减肥，但是我也想为了健康，我呀就只吃早饭和午饭，坚持不吃晚饭，如是种种。但是最后怎么会因为一个胃溃疡要了命？这可能是不晓得病嘛，是各种你说急性肺炎也会死，胃炎也会死等等哈，这个病我们都不是专家，很难说。可是我刚听你说他之前都不断有发微博嘛、就说自己胃怎么样痛法怎么痛法哈，那我好奇是说他发微博这个事情听起来也不是那么急嘛，是好几天了，对，你说他都发了微博好几天求救了，我说感叹为什么情况，在什么情况下他会没有办法去处理呢，真的是太忙吗，还是完全忽略了这个讯号，就是说你一般人觉得胃有点不舒服、还不至于你不上班或者到医院，他没这根弦啊，没这个警惕性啊。不过我是觉得，光是说吃的少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比如说像很多出家人，像我的老师，他们南传佛教出家人都是日中一食，
不会吃晚饭的，数十年如一日就不吃晚饭，没有晚上那一顿。有些禅宗的法师也是嘛，对不对？一天只吃中午那一顿，或者甚至早上那一顿。但他们也身体很好，所以从这里面可见啊，这不只是个吃的问题，还在于你用这样的一个吃的方法，你有没有一个配套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跟心态。嗯，你比如说对出家人来讲，也许他平常生活很简单，对，他有修行，对，他的心情很轻，他的能耗很低啊，所以呢他变得就是他吃的少，但是他精神各种状态都很好，没错。但是假如你像这个小女孩，我猜这种胃溃疡啊，不只是个吃东西问题，多半也跟工作压力有关。嗯，就你如果说你这么吃的很少，而且或者说你过去一辈子都是一日三餐，忽然之间一下改了饮食习惯，同时工作上又特别忙，压力特别大，这时候胃才会出事。这个我的感觉就说是这个，我就研究这个统计啊，跟心理因素有一定关系。比如说金正日得这个病，我也看到英国科学家为我调查说啊，这个在心脏病人当中啊，最大的比例的就忧郁症最多。不是说啊，不是说得心脏病的都有忧郁症，但是得忧郁症的概率上更容易闹这个心脏的毛病，就是跟你的这个心理啊，咱们就添了点堵嘛，心里添堵嘛，这可能有一定关系。而且像你刚才讲的，也有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我现在发现医学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你像我的这个我前几天去复诊，我的这个香港这个医生还跟我讲，他老说我吃的多，可我吃的非常少，因为我戒烟之后我就胖了嘛。我就吃的就很少，他老是说，他说你不要吃淀粉类的食物。我说我每天吃米饭，我现在都数着粒儿吃啊。说他们说早年说鲁豫吃饭，我说你是数着米粒儿吃饭。现在我也差不多。没想到你也搞到鲁豫这样。可是他也说，他说还说你吃的多。他给我讲一个道理哈，他说这个精白米、精面、白面粉呐、啊，这个大米啊，这精的东西，它有一个什么呢？效率太高了，他说一吃到身体里马上转化成糖分，就他这个因为他精啊一下子就转化了，这样你身体负担就重了，长脂肪或者甚至是血糖高啊什么的。他说你要吃那种啊转化有过程的，所以你看现代人都是这种目的性，结果他实际上都是带皮儿的粗粮，这个呢它转化纤维素比较丰富的，比如说糙米啊，对，他说这个转化是有个过程，而且有纤维素。那么后来我说，那为什么普天下的人都吃大米吃白面，他们怎么都是马家辉这么瘦，我为什么就胖？他说就说啊，个人体质不同，你也许你的代谢有点问题。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真是胖子喝凉水都胖啊。我这样听起来医生的确蛮好当的，我的经验是不管你看什么科的医生，他到最后一定大概就跟你讲这个，你吃太多了，对，是吗？你戒烟的不要晚睡哈，因为坦白讲，专业医疗那部分很快就讲完了嘛。他讲的稍微复杂，宗教是吗？讲的稍微复杂的你都听不懂的，对、啊，也没有需要跟你讲，没意思。所以其他基本上就是 common sense， 其他讲的哈，他大概跟你讲十五分钟，有十三分钟就讲那个常识哈，然后那个东西基本上买本书哈，不是买文道那个常识哈，买本医疗的什么健康指南，健康教育都是这么教的，都是这样讲啊。糖分有两种，好糖坏糖，什么什么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容易消化不容易消化哈。晚睡，你身体体质怎么样？要听得很舒服。对呀、然后就走了。那有一个重点的差异，就因为他是医生。没错。于是同样是你小学健康教育讲的话，今天一个医生跟你说的时候，那个背后的科学权威那个意义太重大了。是啊，我昨天晚上立竿见影的，我就变成兔子了。晚饭只吃绿菜，不吃米，不吃面了。我现在就这样了。哦，这个木心先生今天凌晨对三点去世了，也去世了。就是陈丹青说他文章写得好的那个，对对对对，在乌镇、是啊、他文章写得好，那就好的感觉就是说，因为他长文章、短文章也有嘛，他有一些像语录一样的东西，对不对？一看一两句难忘，对，而且真是英俊啊，木心英俊，长得就像希腊的男的雕像一样，对，而且人也是同性恋。啊，非常美，对，画也画得好，就是他的文字很特别，就是一种，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哎，按说他的晚年，但当然他是这个善终了，是吧？这个活的岁数也很大了。我就觉得现在会不会有这种有些人有过劳的问题？你比如说咱们讲到这几年的这个新闻，死人的新闻哈，有几个比较引人注意，加上咱们今天说这一出啊，就是累死几个，就是怎么会累死？你知道？我现在觉得有一个感觉啊，就咱就说这个乔布斯，那天跟徐克聊天，不他讲这个事儿啊，就你不是研究李敖吗？李敖有一个观点啊，我这个有保留的同意。他的意思是说啊，他说这个乔布斯啊，有那么伟大吗？他说其实说到底呀，他也就是发明了一个工具。可是呢，他的意思是说呀，这个素质没素质的这个人呢，你有这么一个工具，你还是胡逼蛋扯。你只不过你看看他们在微博上在 QQ 上这些个对吧，这些个胡扯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你只不过是有了一个东西，你大量的时间耗在这儿。但是我为什么说我说有保留的同意呢？因为我还发现乔布斯的一个害处。你知道乔布斯，我真的我现在也觉得他有那么伟大吗？我有种怀疑。为什么呢？我现在感觉他给我增加了很多麻烦。我现在的时间呢，比那个就是我像守财奴一样在算我这个时间。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因为啊，这个从比尔盖茨啊到乔布斯啊，你知道吗？实际上他提供了这个可能性，他提供的这种可能性啊，实际按说是方便，可是这个方便却使得你更加忙。因为他提供的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让你在五分钟之内同时处理八件事儿，你明白吗？过去你从甲地到从中环到铜锣湾，你坐车上你也干不了别的，看看风景你就去了，有个悠闲。可现在你坐在车上一机在手啊，你也可以给他发个信息，跟他联络着，哎，也可以跟他回个邮件，还可以在这儿看着新闻，还可以在这儿准备着节目，还可以跟小情人唠嗑，你知道吗？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把人的贪心呢，就是想干更多事儿的贪念，都引出来。没有他，所以我每一次哈、啊、看到很多经常见的卖手提电脑的广告，你们一定见过，不同牌子都用那种创意来做的，总是在海滩，一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捧着那个手提电脑，非常高兴的，电脑上面屏幕上面显示一个报表。电脑报表，对不对？然后呢，语句就是说，有了我这个电脑那么轻、那么快、那么好用，你可以一边度假一边跟全世界联络。我每次看到那种广告都觉得真悲哀啊！以前我们去海滩就是去海滩，对不对？就抱着那个女朋友也好、老婆也好哈，现在是带着那个电脑来打报表哈。所以现在重点在于说，收回你说你有所保留的部分啊，那它伟不伟大？我觉得说，你有了那个工具，我们相信那个可能性在哪里？就是说，你本来不怎么样的，本来你是没有机会借出的，可是那个工具给你一个机会，你永远不知道。从工具透过工具联络到的人，你会发展出什么来？不然的话，我们假设啊，你是聪明就聪明嘛，聪明不需要工具也是聪明，也是笨蛋给你工具也没用。我们不能做这种假设，我们假设每个人差不多了，没有像那么天才，也没有像我这么笨的哈，就是呢差不多了，给你一个工具发展出来，我觉得它伟大，那个工具的伟大是在这里。是，但是呢，就是说。这到底是佛还是魔？你知道吗？在人定力不足的时候啊，你提供给我这么样一个可能性的时候，我现在发现就是你会特别的忙啊，你宅不过来。首先，比如说你有了手机之后，自从我们有了手机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了上下班的区别了，没有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进入了这么一个过度，我常常说这是过度沟通的时代，进入这么一个电子过度沟通时代之后，好像整个资本主义啊。的生活的划分方式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这话怎么讲？因为念社会学就知道，社会学家或者历史社会学家会告诉我们，我们现代人的所谓的工作跟休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二分法，是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一个产物。嗯，你比如说像以前一个礼拜工作要有一天假期，法定假期，嗯，要有周末假期，这都是。资本主义后期才有的东西，嗯，要有一个法定假日，也是后期才有的东西。因为你以前你想象得到，以前你在农场，
在农地里头，比如说我们以前看一些老农民，他们是没有什么的叫做我现在下班我休假，不会有这个概念，他就坐着坐着累了我歇着，嗯，歇好了再做。那如果真要休假呢，那是由自然决定的，比如说收割完了天凉了等过年了那你就休假，对不对？这不是一个你的工作内部你可以区分出来我每天工作几小时什么，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像那个阿多尔诺他不就抨击嘛，他说他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工作休闲分不开的生活，说他就是那样，他从来不区分这个。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时代了，我们终于回到了阿多尔诺想望的那个时代，彻底分不开，真的彻底分不开。但这个彻底分不开跟前资本主义的那种分不开就不一样啊，不一样。前资本主义那种分不开呢，比如说农田里面那种生活，你说我分不开休闲与工作，那种状态是一种更自天人合一嘛，更舒适的，更舒适的自然的。那现在我们这种呢，就像家辉讲那个，你抱着个电脑到马尔代夫，没错。我觉得是对自己的野心呢更大了。嗯，所以为什么这个佛家常讲这个五欲六尘呢？就是给你提供了很多方便之后啊，让你啊对成就一个自己的野心更大。于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是说过劳，为什么我说忙啊？你好比说。我现在觉得，哎，我要运动成就自己，我得我也身体要好啊，哎，我也不能胖，我要锻炼好，每天跑步一个小时，这对于现代白领是一什么概念？你知道，你跑步前后得有准备工作啊，完了得洗澡换衣服，这一折腾，俩钟头，对吗？俩钟头好，后来我想这还不够，我还要更进一步，我说我每天游泳一个小时，你知道，那我的生活就变成了飞。从早上起来说我以后要做个吃早餐的人，工作还得照常做着，朋友还得照常交着，你知道过去的你一点都不想放弃，然后呢你又觉得你可以更多。有些公司老总前几年猝死的，你知道很可笑，猝死在哪儿呢？猝死在跑步机上。嗯，半夜十二点我今天这任务要完成，是吧？我的体型要维持，我还在跑，猝死在跑步机上。没有，可是假如你说用网络会让人家贪心啊，想做更多的事情的话哈，这个当然要自我控制的问题嘛，懂不懂得懂得去控制哈。可是问题在于说他真的有那种好像吸毒一样，有我们叫上瘾了，上瘾的特质。你一定会所谓上瘾，其中一个定义就是说你一定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才能给你同等的快乐满足感。对对对对，它里面东西为什么呢？有生理学的啊证据的哈，所以很多的研究报告是说，但你上网晚的那个动作，眼睛跟那个资讯的互动的情况，会不断挑动刺激你大脑某一个区域，会改变的啊，会改变你某个区域的结构，生理结构。所以呢，你就完全是只能以后从那个方式来面对跟人家来交往，来面对你的工作哈，你已经不耐烦，甚至不耐烦。现在年轻人啊，不耐烦看完一部电影，是是是， okay， 完全不耐烦哈。它是有生理的基础，软件改变了硬件，对，它生理基础在那边。它那个 attention period 也短了，对对。所以呢，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有这么多方便，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更多。但现代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叫做，就政治学哲学家叫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意思就是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什么意思？就是现代社会底下，我们每一个人用来定义我自己的方法，成就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占有一些东西，占有，拥有一些东西，占有拥占一些东西，拥抱一些东西，对，有的更多，我更大，对，我更有意思，我生命更丰满，我更有成就，对。但问题是现在这么多工具这么方便，我们理论上可以有的更多，但是有的更多这就会出现你刚刚讲那个情况，你很忙，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学好我们怎么丢，我们一直在学的是怎么样去拥有，从来没学过我应该放弃一些。比如说你如果现在变成这样的生活，你每天要运动两小时多，又要变成一个吃早餐的人，对，那你早睡早起了吧，对，那你窦文涛就不可能再过一个十几年前那种日子，比如说晚上哥们叫你出来聊天什么，你就不可能了，没错，你就应该丢那个了。哎，但然后呢，但是那个呢可能在心理学上对我有意义，嗯，没那个可能这人抑郁成疾，你知道
今天我们的公司一个司机就讲，他讲他根本没有时间做运动。他说我每天忙完了，晚上回家已经9点10点了。他说我吃完晚饭洗好澡，我再看一小时电视，我就是困了，就12点以后才能睡觉。我说那你不能不看那一小时电视吗？他说哎呀，我每天只有这一小时电视提供他，是我一个人，老婆孩子都睡了。他说你知道那是我一天最舒服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不躺在那儿看着一小时电视，我这一天就像没过。